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早晨，第三节，翻嚟第三节。系啦，系啦，好啦，九点三，我见你，我见你抢麦啊嘛，我俾你讲咯，你靓声黄淡。系，我哋今日系直播嘅，系直播，唔好再问啦，嬲啦。系，我头先已经拍台，你见唔到个麦后恐怖嘅状况。今日因为讲翻啲严肃少少嘅话题嘅呢一节，咁其实有一單新聞咧，我都有留意到嘅，就係、是、其實係禮拜六發生嘅。咁咧唔係禮拜六出嘅新聞，禮拜六出新聞，蘋果嘅頭條啦。咁咧佢就係講咧有一個患咗小腦萎縮嘅男性啦，男士啊，37歲嘅。咁佢就自殺，咁就佢做空少，佢就係空中少爺，即係空少，即係大家都覺得即係佢人生都即係勝利組啦，係咪先？喂，30幾歲靚，即前途無可限量啦，高大威猛啦，靚仔啦，有翻啲相啦，30幾歲都靚靚仔仔，大大隻隻咁樣。即係你覺得都幾好啦咁樣，咁但係因為佢就有呢個小腦萎縮症，咁和仔講下咩係小腦萎縮症啊？小腦萎縮症係咩呢？就係、是、其實係一個遺傳嘅，即係係一個遺傳嘅病嚟嘅。咁但係可能咁啱，即係你屋企人冇事都唔出奇嘅，因為可能係一啲基因嘅問題啦咁樣，咁未必中到啦。咁但係中咗咧，其實就即係其實好慘，因為其實真係冇乜得搞嘅。咁佢就會一路慢慢退化嘅，即係可能有啲咩病徵啊？喺初期嘅時候咧，可能就會係行路不穩啊！即係其實我一睇呢啲病徵，我諗緊會唔會同即係霍金嗰啲有啲似。咁但係、即係可能係一啲即係差唔多類似嘅嘢啦。咁但係即係講緊其實係即係講到係一個脊椎小腦運動失調症嘅全名。咁其實就係講緊個腦有問題咧，咁其實個腦有問題就即係大家都知啦，人腦有問題，係人嘅小腦有問題嘅時候，即係你活動能力啊，或者一啲動作反應都一定會一路慢慢咁樣差啦。我冇讀大，我唔知。下面呢個位，即係你呢個後尾枕嗰個位就係你個小腦啦。咁樣啦，咁其實可能一開始就係講緊一啲走行路啊，步履不穩啊，或者一啲動作反應遲緩啦。咁但係其實講緊即係一路惡化落去嘅時候咧，就會可能會係一啲說話能力唔清楚、啊，即係連口嗰啲肌肉都越嚟越難控制到啦。咁啊，甚至講嘢都講唔到。係咯，或者可能係一啲眼球轉動唔平穩，即係去到其實基本上係影響成個身體嘅，因為講緊去到晚期或者中期嘅時候，可能會吞嘢開始難啊，容易逐親啊，寫唔到字啊，或者去到晚期淨係講嘢都唔得啊，無法使用語言啊，或者唔能夠企喺度要用輪椅啊，即係其實好坦白講，呢啲就係一路惡化落去嘅病症啦，可能會去到最後係開始係一啲你重要身體嘅重要生存機能嘅一啲嘅器官都可能會越嚟越差啦，係啊，係咁樣咯。咁所以其實呢個症係即係又好冇乜得，即係而家仲未揾到可以根治嘅藥物啦。咁所以其實好難，即係冇得醫啊！即係暫時嚟講都係一個冇得醫嘅病症啦。或者揀。是一個痛苦慢性和長期，即係頭先你講緊嗰啲長期咧，係講緊以年計嘅，即可能由你病化去到你死亡，可能會係有10年、10幾年嘅時間，你就會慢慢 experience， 你慢慢就會經歷你手腳開始唔受你控制啊，然之後開始手腳乏力啊，開始行唔到路啊，跟住就開始講唔到嘢，跟住成身就開始你所有嘅肌肉啊，所有嘅你所有本來你嘅意識係清醒嘅，但係你係控制唔到你嘅身體啊，就慢慢咁樣萎縮。就衰退，面對你身體上面機能上面嘅衰退，就係、是、一個痛苦而漫長嘅過程啦。你講啊，即係最辛苦就係你，當你發現咗有呢個病嘅時候，你係唔知道自己幾時會去到咩程度噶嘛？你又只能夠睇住自己，即係一日比一日差，越嚟越差。即係有啲即係個個人唔同啦，有啲可能係身體比較即係都唔知道好彩定唔好彩啦。可能佢係可能持續到10年先至去到好嚴重嘅情況，有啲人可能就比較快啲咁喳聲，跟住就已經去到好嚴重，已經可能即係
行唔到啊，跟住講嘢已經開始講唔到啊，有啲咁嘅情況嘅。咁你係唔知自己幾時會係即係先至去到去到後屘咩嘅情況？你可能連食嘢啊、吞煙啊，你連一啲好基本嘅自理能力，你都已經係會逐漸慢慢咁樣失去，就要依賴人哋嚟，即係依靠別人嘅幫助先可以生活咯。嗯，即係 chat room 都有人講到就即係好似一公升的眼淚咁啦。唔係，直情一公升的眼淚咯，係啊，即係如果大家都有睇過都知道，一公升的眼淚裡面你係由病化，你係唔知噶嘛。即係你如果本身冇 aware 有呢個遺傳，咁講翻而家呢個 case 呢個郭俊麟啦，呢個空中少爺，咁其實佢屋企咧就係有遺傳嘅，而且佢嘅爸媽媽啦，同埋佢嘅家姐咧，都係遺傳咗呢個病，亦都係因為呢個病咧而過身嘅。咁樣咧，佢就喺啱啱生日，佢幾時生日話？四星期四生日。四月四號嗰個新聞就話前日嘅，咁啊應該係禮拜四嘅時候生日嘅。咁都禮拜四生日，咁佢禮拜五咧即係過完嗰個生日之後，禮拜五第二日嘅朝頭早咧，咁跟住咁佢就出咗個 Facebook status， 咁佢就話簡單讀俾大家聽咧，一路以嚟咧，大家都好鼓勵我要努力，我有啊，但係我做唔到事情咧就。越嚟越多啦！做唔到嘅事情越嚟越多，做唔到嘅事情越嚟越多。我將來咧一定會成為大家嘅負累。我今日咧做咗一個決定，我先走啦。我知道我今日做嘅事咧就係見唔到姐姐同埋媽媽啦。但我真係頂唔住啦！呢個病咧真係好可怕，我唔會即刻死，但每一日咧都係惡化。仲有咧，香港政府咧又唔批我嘅傷殘金同埋綜援嘅援助。我知道咧長貧難顧啊，對唔住大家啦，我好愛你哋，再見啦！我嘅身後事咧會由我兩位嘅好朋友負責，大家可以揾佢哋多謝。最後咧就請代為照顧我老豆啦，咁樣就咁樣。咁因為你一般嚟講，你見到好多自殺嘅新聞或者點樣，你第一個反應就係、是、哦唔好輕生啦，要珍惜生命啦。但係呢一個新聞佢點解引起一啲人嘅討論，或者覺得即係都希望佢去得安詳啊，或者覺得就會再討論翻係咪究竟有面對呢一類嘅病人係咪需要有一個安樂死嘅選項去提供俾佢哋咧？即係。你哋講下，你自己對安樂，即係譬如你面到個咁嘅 case， 如果你係即係假設你係佢、你如果你係佢，你會點樣諗？即係講緊呢樣，即係其實佢即係一定會有人係走出嚟話，即係反對自殺啦。即係我都唔係話支持人哋去自殺，咁但係喺呢一個 case 嘅情況之下，咁即係佢覺得好難受嘅時候，咁佢去即係選擇要自殺嘅時候，咁都係一個可以理解嘅決定啦。即係始終即係實會有好多人走出嚟話：，自殺唔啱啊！尤其是可能好多爺撚就話：，你自殺咧，咁就見唔到耶穌啊，點樣樣？咁但係你又唔係喺佢嗰個情況發生，你又唔係發生咗佢嗰個情況。即係如果你有呢個病，咁但係你好堅強咁捱落去嘅。咁即係當然係好啦，咁樣咁，但係始終都係會有人捱唔住嘛，都始終都係好辛苦啦。一來你除咗肉體上邊你要見到自己喐唔到之外，你二來個心理壓力都好大啦，都唔知自己聽日會點嘅時候。唔係，同埋心理壓力又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咧，尤其是喺佢嘅 status 之後講到，即係可能一啲財政嘅問題啦。即係佢會話點解可能一啲援助啊，其實講緊小腦萎縮症嘅病人喺香港其實大概200個到。咁但係喂，佢係攞緊嘅津貼，可能係只係一個傷殘津貼，最多攞得3000蚊嘅時候咧，即係喺呢度，即係可能基建協會啦，即係之前我哋講即係漸到人證嗰、我哋都有訪問過佢哋嘅成員嘅。咁呢個基建協會咧都有講到，即係其實佢哋覺得政府對相關即係支援係唔夠啦。咁因為其實佢哋都話。可能對於一啲咁樣嘅情況，即係去到一個咁樣嘅程度嘅病人啊，個病去到呢一個嘅階段咧，其實可能每個月要花費嘅10000蚊啦。咁其實可能係即係首先你可能要揾一個長期嘅人去看住佢、睇住佢啦、照顧佢啦。另外可能係一啲嘅呼吸嘅機器啊，或者一啲要做一啲物理治療嘅時候都要俾錢啦、啊。喂，講緊呢啲全部都係錢嘅時候，講緊嘅每一個月可能要使10000蚊啦、啊。但係講緊嘅援助。是只能夠給到3000蚊他們的時候，可能這一方面都是他們一個很大的負擔，即是令他們在除了即是受到病痛的折磨，也都可能會想更多的東西，就是喂我的存在會令到我家人的財政負擔更大、啊、或者我的存在會喂其實我還死點死，為什麼我還要浪費我家人錢，即是會增加了這些這樣的心理壓力的時候，是令那個人更加痛苦。所以同埋講緊你有小腦萎縮症，你去到後期你係連自理嘅能力都係失去。咁、
即係難聽啲講嘅，就係、是、你想自殺都自殺唔到。因為即係佢而家都叫做仲可以吊到頸啦。咁、但係你自己情況差啲，可能你已經坐喺唔單止係坐喺輪椅啦，基本上坐喺輪椅係一個物咁滯啦。咁你可能係講嘢有困難嘅，跟住食嘢有困難，食嘢有困難嘅時候，咁佢點自殺啫？係咪？咁佢連自殺都做唔到嗰個狀況，咁跟住再加上香港又唔會有安樂死呢一樣嘢嘅。咁喂，佢真係好想自殺啦，真係頂唔到啦！喂，大佬每日咁辛苦係嘛？即係個人淨係就咁攤喺度嘅時候，即係佢真係覺得好難受。咁究竟佢仲可以點做呢？咁所以佢就而家佢就決定咗喺佢即係啱啱生日之後，即係仲有力嘅時候啦。係啦，喺佢都亦都係過埋生日啦，即係過埋自己最後一個生日啦，即係想過埋咁樣，跟住選擇喺呢一個時候去自殺。咁我覺得呢一個行為係值得去理解嘅。不過呢個 case 入邊咧，可能其實都睇翻啲報道話佢 Facebook 咧，其實佢係個人好樂觀，佢係想即係想繼續生存落去。但係點解會去到呢一步咧？就因為政府去支援不足啦，即係無論係佢嘅病上面啊，或者係情緒上面都支援不足，咁所以就令到佢行咗呢一步。即係但係頭先可能講到安樂死，就可能可以套用翻喺即係其他病患上面，即係譬如係之前好似有個出名啲嘅斌仔啦，斌仔佢就即係其實一路都想爭取安樂死，要求安樂死，係啦，咁就要求安樂死，咁就即係去到即係可能去到之後2012年去到佢死亡嘅時間過身都未爭取到咯，係啦，跟住係咯，即係可能我覺得套落去呢即係而家呢一個空少呢一單上面就似乎是政府的支援令到他走這一步多一點咯。所以你說其實我覺得即是Joey的說法是好，即都好令人惋惜咯。但如果你又好難咁樣講，你話哦，如果係咪呢個地方有安樂死，咁佢而家就唔使自殺啊？咁佢可以可能遲啲先，或者即係等到佢去到惡化到某一個程度。但係就係呢一樣嘢好難去 judge 咯。你邊個去 judge？ 即係邊個去界定嗰條例咧？你係個究竟係點樣去界定你有冇控制自己有冇幾時去死亡嗰個權利？同埋你呢一個係要由一個合法嘅渠道啊嘛，要由一個可能醫生去做啊，咁你就會引發到更加多嘅爭論。但係講翻呢一個 case 就係、是，即係你諗下香港佢嘅傷殘津貼係唔使呢個入息審查嘅，咁佢有兩種，一種就係1700蚊啦，高級啲嗰種就係3000蚊啦。但係你講緊買一個嗰啲電動輪椅都要萬幾二萬蚊，即係你對嗰個患者嗰個家庭啊，或者佢本人都係一個極大嘅負擔嚟。同埋如果去到後期嘅時候，即係佢根本係冇能力去照顧自己，佢一定要一個人去照顧自己。咁嗰個人咧，咁嗰個人究竟係請翻嚟啊，定係請佢屋企人咧？咁如果佢屋企人可能本身有做嘢喎，咁但係政府呢一方面就係完全冇支援啦。即係可能你某程度上你嗰個傷殘津貼你係 set 咗呢個金額嘅，咁但係你可能你可以有一啲叫做資助俾嗰個caregiver 嘅，咁但係香港係完全冇呢一樣嘢噶嘛，即係譬如我而家你有事啦，咁跟住我又辭咗份工就去照顧你咁樣，咁我辭咗份工我都要有一個經濟能力去照顧你噶嘛，就算唔係話我去洗或者係乜嘢，咁你政府上面係完全冇呢一樣嘢噶，咁所以其實你諗翻之後就係、是。佢就係擔心，我唔想成為爸爸嘅負累，因為佢有講到點解要咁樣做，就係佢一日咧好傷心，就覺得哦，佢畢個碗，佢拎個杯拎唔到啊，跌咗，跟住佢阿爸見到就話：你做唔到唔好揀你嘛，等我照顧你啦咁樣。咁當然作為一個對個患者嚟講係尊嚴上面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啦。但係你如果政府你冇一啲適當嘅心理嘅輔導啊，你都冇對嗰個 caregiver 有啲extra 嘅，有啲額外嘅支援啊、資助啊，你係會只會有呢啲咁嘅悲劇發生咯。呢啲悲劇就會發生喺香港呢個咁嘅城市咯。咁我比較關注喺即係安樂死嗰個問題嗰度啦，即係 chat room 嗰度有好多人都喺度講緊啦，即係我嘅睇法其實同你哋都接近嘅，即係我覺得係即係應該要有翻一個即係安樂死嘅權利俾嗰啲即係
有啲咁嚴重疾病嘅人，尤其是佢哋唔能夠去即係自己去到自殺到嘅情況之下，即係有好多即係可能宗教團體以及一啲人權組織就話即係反對有安樂死嘅咁樣，咁就即係宗教組織嗰啲算啦，我已經唔想再評論啦，佢宗教關我咩事咩？唔係同埋問題係你安樂死係等於謀殺噶嘛？即係如果你即係而家冇係你而家嘅冇合法安樂死，但你自殺係唔係刑就係係唔係犯法噶？反而你安樂死，你幫你幫人安樂死嗰個咧，喺而家呢個法例下邊咧，若果我去幫你安樂死，假設 Christine 叫我幫佢安樂死嘅話咧，跟住我撳咗個掣，我撳咗個掣幫你打嗰啲毒藥落去嘅話咧，咁我係會俾人告謀殺噶嘛？你就謀殺啦，咁你就要終身監。咁若果係有一個安樂死嘅法例，咁你去指定嘅場所啦，咁然之後由指定嘅人士即係醫護人員啦，咁樣去幫你即係注射一啲藥物去同你安樂死嘅話咧，咁嗰一啲咧咁就係合法嘅。其實喺好多國家，即係唔係話好多啦。其實安樂死好大部分嘅地方咧都係反對嘅、嗯。你話有著名係美國某些州份啦，同埋荷蘭咯。即係荷蘭係一個好跳脱嘅國家，即係好開明啊！你無論大麻又好，你安樂死喺呢個地方都係可以合法咁樣進行嘅。即係我覺得其實我覺得人係。應該有對自己死亡的權利，但你要很小心，因為如果你一立了法你就要很小心這樣就要界定怎樣才是為之死亡的權利，這一件事是、很大爭議，你永遠都是50-50的，即你永遠都是各打50大板，你永遠都會有反對一方說不是人應該積極面對，或者、這樣可能會製造了很多、空間、很多很多法律罅俾人去利用啊，會唔會係有啲根本唔應該死嘅，但係就死咗咁樣？咁同埋有時係講緊係可能嗰個病人已經冇意識㗎啦。咁因為佢已經係一個植物人，咁佢喺冇意識嘅情況之下，佢點樣同意你嗰個安樂死？嗯、即係呢啲又係另一啲會令到好多人惹起爭議嘅地方咯。但係你話隨住可能有呢啲咁嘅病啊，同埋醫療上面嘅進步啊，或者點樣，希望就即係。可以令到個病者減少多啲痛苦，即其實你安樂死嗰、那個嗰嗰、那個原意都係係咯，原意就係令到病者可以減少佢哋再生嘅時候嘅痛苦，同、嗯、埋可以死，即係叫做死得有尊嚴咯。啊，最主要係for呢啲有咁嚴重疾病嘅人啦，因為佢又自殺唔到，即係你話for大部分人嚟講，會唔會對其他人有影響呢？即係可能會有少少嘅，咁但係一般人嚟講，如果你真係好想自殺，其實你係唔需要我幫噶嘛。係咪？即係如果你真係非常想自殺嘅，即係你其他方法可能會痛啲，即係譬如話今次呢位當事人選擇佢可能吊頸自殺，又或者有啲比較 common 啲可能跳樓啊諸如此類，咁嗰啲自殺方法可能痛啲，或者有啲跳路鬼啦、啊，啱先見到，咁就咁，但係你仍然都係可以做到噶嘛，即係如果你係一個普通四肢健全嘅人嘅話，咁但係你 for 呢一啲病人嚟講，喂，佢想自殺又唔得。然之後，你如果叫其他人幫手，係嘛？跟住其他人就犯法，你係會搞到其他人犯法。咁點咧？咁跟住結果，最後你只能夠自己喺度磨，唔知點好。尤其是即係當初嗰、那個，即係喺度痛苦咯。係即係好似當初賓仔嗰個 case 咁，即係佢真係好想好難受啦。佢真係接受唔到咁樣嘅日子再過落去啦。咁佢想安樂死，咁但係佢又冇辦法喎。佢自己又做唔到，其他人又做唔到。咁但係即係佢。咁其實係咪即係大家應該尊重翻？有啲人係真係會有咁嘅即係想法去做咧？係咪即係唔係咪真係一定喂某一啲宗教或者某啲即係人權組織必然係佢哋諗嘅嘢就一定係啱？其他人連自殺嘅權利都冇咧？係咪？除非你話搞到連平時普通嘅一個人自殺你都要搞到變咗犯法嘅啫？係咪？咁我相信你又唔可能啦，係咪？咁即係你始終都係。人係即係要有翻一個你俾佢自殺嘅權利啦，咁只不過想有一個舒適啲嘅自殺嘅權利去俾翻，或者佢已經失去咗，即係佢已經冇能力咁樣做咯。即係我覺得其實你安樂死最適用係可能好末期嘅病人啊，係好似呢一賓仔嗰個 case 啊，你其實爭拗嘅就係佢有冇權去選擇自己去死亡啫嘛。即係你想去，你究竟我自己要點樣死？嗯，咁其實即係我哋都講好多啦。咁就即係我啱啱開翻個投票出嚟。咁其實大家支唔支持安樂死合法化咧？咁樣即係你哋都可以即係表達下你嘅意見啦。咁即係而家 chat room 見到有啲即係有表達意見嘅朋友都係即係可能比較支持翻要有呢個安樂死合法化。我出咗啦，祝兒。咁
支持安樂死合法化啦，咁但可能即係有啲人冇留言，都可能佢有啲唔同嘅意見嘅，咁大家就可以喺個投票嗰度即係反映翻你哋嘅意見啦，咁樣，咁我哋呢節休息一陣先啦，好嘛？好，休息一陣先。OK， 好，第四節再翻嚟。